VJ 娱乐公司23日表示， Lisa 将成为继 Jenny、Rosé 之后第三位 solo 出道的成员。在正式 solo 出道之前， VJ 娱乐通过官方 blog 公开了 Lisa solo 出道的 Coming Soon poster 海报。在公开的海报中包含了大大的 Lisa 字样，而 Lisa 本人则是以一头金发身穿红色衣服的模样出镜。虽然模糊的人物形象看不清 Lisa 的脸，但依旧可以窥见 Lisa 特有的强烈魅力。 Lisa 的个人专辑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迄今为止只传出了 MV 拍摄完成的消息，但具体详情依旧是个谜。不过 YG 正式启动 Lisa 的 solo 已经可以让粉丝欢呼的了，毕竟终于有官宣的消息了。 Rosé、 Jenny 和秀智也都不约而同的在 Ins Story 上为好姐妹打 call， 这个节奏很快就会有新歌了吧，期待。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留言。爱豆韩娱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哦。